history's a poplar. Never mind all the nasty remarks about his poison tongue. He has become bulletproof from these criticisms. And not only that, Eric Mu is drawing on his wealth of judging experiences on these reality singing contests to make a movie. 我这故事是写一个走音的歌手，可是却红了的故事。所以是从那个超女啊、快男那些评委赛里面得到的灵感。是我的确是从那边得到很多的灵感，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的比赛，最后选出来的往往不是唱的最好的那一个，而是大家心里面最喜欢的那一个。他可能喜欢他的态度，喜欢他的长相，喜欢他的风格，可是他们比较不在乎他是不是唱的最好。因为以前的歌唱比赛是我们选出来是那个是唱的最好的，那现在因为观众有投票的权利的时候，那决定权就不完全在评委的手上，所以我就有了这个想法，就构思了一个他走音可是他很红。那实际的例子来说，有哪一些这些选秀比赛里面的歌手是你觉得最应该赢可是又没有得到奖项？像去年的快乐女声，大家都知道郁可唯是唱的最好的。这就是专业歌手的水准了，可是他就是第四名。像这种情况在很多比赛里面都会发生。有时候会觉得挺遗憾的，可是后来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因为我觉得不是每个人的开始都要冠军了。因为我也曾经参加过比赛，你得了第几名？ 我试音就被淘汰了。真的吗？真的真的。哪一场比赛？真的，我很久了，豆哥心意。新加坡的比赛，我去参加试音就被淘汰了。真的？你还记得那个淘汰你的那个评委吗？潘秀琼老师。所以当时你真的觉得你技不够好？当然觉得自己不够好。我觉得比赛，什么叫做比赛？比赛就是一定有优胜者，一定有失败者。那失败者，凡是失败者都去埋怨的话，这比赛就被扭曲了。对，应该要接受现实。我要接受现实，要更努力，要更努力。我现在已经证明了，当年连试音都过不了的巫启贤，我现在出了40几张唱片，我拥有400多首歌，我可以不断的开演唱会。所以比赛不代表什么，比赛它只是一个起步，它也许只是个过程。Good advice from someone who's been there and done that. And if you want to take a walk down the memory lane with him, join him at Singapore Expo this July. 我这次的演唱会是他帮我制作。大家好 ，Razor TV 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巫启，也可以叫我启雄。这次我大哥巫启贤的演唱会呢，是由我小弟来制作。7月9号，新加坡博览中心8号厅8点跟你们见面。